28日傍晚，电视剧《Manhole》在首尔汝矣岛举办杀青宴，剧中演员纷纷前来，要和工作人员一起庆祝，为辛苦拍摄的作品画下完美句点。男主角金在中压轴现身，就算是简单休闲的装扮依然难掩帅气，一出现就引来粉丝尖叫，记者们的闪光灯更是停不下来。